我呀，真不伺候了。哎呀，我说老二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，你看看。 你这是干什么嘛你？哎，棺材一下没找着，就用这个替了。待会儿圣旨到，就这么埋。二哥，你这玩过了，怎么还能成真的了呢？快出来！圣旨到。哎呦，圣旨真的来了，快出来！哎呦，快！哼，皇上口谕。 儿臣叩问圣公金安。朕安。汉王呢？哟，汉王，你是诚心不出来是吧？ 不出来了。皇上说，按照规矩，赐送陀罗尼精被一床，丧仪整套，停棺之后7日入土。得罪了王爷，来吧。 哎呀，二爷，你就给奴婢赏口饭吃好不好？让奴婢回去以后掖好交旨啊！万岁爷亲自叮嘱。哎，你既然停了棺，总不能敞着袋吧？别一回头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说炸了尸算谁的？我说，皇上真是这么说的？奴婢怎敢乱讲呢？我一个字儿都不差，皇上真是这么说的。哎呦，你们好大的胆子啊！啊！ 别定啊，还定！你们快点啊，定好了之后都在这磕头。给汉王守灵。哎，太子爷，赵王爷，你们像造反呢！您二位这是？我们是来吊丧的，已经完事了。老三，哎呦！二弟啊，这也是好事儿，你呀反省反省啊，在里边写个折子，我跟三弟呢上爹那儿给你求个情啊。滚！ 你们都给我滚！我不求情。打开给我！来，都回来了，快回来，快！来，快！哎，打起来啊！捧起来！哭！打起来！哎呦！啊，撑起来！哎呦！